我没有说我没有在啊，我只说你以为我在吗？对，我在。要躲起来。我觉得隐约有反击了。他歪了。我歪了吗？哦，你提示太多了啦。哦。对，我们就这样了。对的，我看到 ID 了。这最多了，这最多了。喵号，我看到铁了，喵号。我歪的。爆！他自己直接摔死，好消息是我身上的在一起了。哇！哇！我竟然挖到峡谷哎，太衰了吧！而且还我只往下挖了两格而已哎。没有没有啊，垂直往下挖的时候，你要两格往下，而不是一格往下。可是你知道，我想说没那么衰，而且我才挖了两格而已，就是我想说先挖个两格躲一下就。就是这么衰啊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就早一点去打就没事了嘛。好吧，那我来看一下你精彩的两滴血生存啦。我觉得我们这个红黑一家亲啊。我们现在是播报员了。对啊，一家亲，我真的开始觉得。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是被这两个害死，我们是不是要把他们的坐标报给对面的人比较好啊？嗯、对，对面会有两个保护我们的，跟这个人同队的感觉啊。对对，会有两个人保护我们，会有两个人保护我们的。现在还是红队啊，你们不能跑过去啊。没有没有，我们一开始就不同队哦。负九三打出来哦。冷静冷静，我们只要趁现在有没有把对面的蓝队都杀死，哎，那还是我们获胜吗？结果背叛者根本就没有用。我已经当自己是背叛者小队了。对对对。对不起。背叛者已死亡。我怎么听到很恐怖的声音啊？很恐怖的声音。天啊！前面就峡谷啊。现在峡谷声音这么恐怖哦。1.1 是那个洞窟声音很奇怪，这种对啊，对啊，好恐怖啊，超可怕的耶！哇塞，附魔的窟窟哎，就说 Minecraft 是恐怖游戏，没人相信哇！啊，杰克脚下有蜘蛛生怪砖吗？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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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耶！而且旁边，旁边这是哦，又有废矿哎。对啊，哦、欸，哇，那个巧克力附近有点，有点远，离你们有点远，嗯，真的有点远的距离。哎呦，杰克，赶快发现哦！嗯，那边好多只蜘蛛，越生越多。哦，啊，巧克力，这里很多矿。你这一条路走过就不是个峡谷吗？峡谷旁边就是有一个废矿了。啊，没问题，自己人，对哦，对哦，棒棒棒！你知道我完全没有在想说我要报给他吗？算了，顺其自然好了。没有，我死掉的那一瞬间就，哦，原来我也是背叛者小队啊！我们都是一起啊！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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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故意引导错误的方向。先去看蓝队啊，看有没有内讧。先去看一下蓝队了。你们看看蓝队啊！我们可以报给他们，知道说蓝队是谁了吗？你们不要跟他们讲，你们可以去看。对，你们可以去看，你们可以去看。西瓜头，他们每个人都分散的走，哎，他们就是我们之前那样，这全部都各自分开啊，对，全分开哦，是没有任何两个人在一起的。这样子背叛者要做事很困难啊。哇，对，真可惜。哇，他们真的是全分开，这背叛者就。做不了事情，看得到 ID 吧，还是那个距离他们也看不到了？他们已经都看不到，互相看不到 ID 的距离，很远，都很远。哇，他们那边好难看哦。干嘛那么害怕？因为你要一直切，对不对？我用观察者这样子发光，我都很难找到他们其他的。我还是先来看这四滴血的会不会死掉好了。啰嗦。我会努力的活下去。不要不要不要，我喜欢看你死掉。哎，那你们可以在哪要去吗？你可以跟我们讲是谁吗？因为我不讲。说我在哪里吗？然后呢？哦、还有一个，应该是那个臭狼露米。哦。他真的每次都很容易当坏人呢。对啊，为什么？他每次玩游戏都是他。超奇怪的。他就是个坏女人。哦。所以他们刚好是一个蓝队，一个背叛者，一个蓝队，一个背叛者，这样隔开。哦。哦，穿插莲花座。对他们刚好穿插开了，
欸、然后他们的旁边都是刚好不同的，看到有两个人离得还蛮近的，卡住两个洞吗？三四谁啊？哪？南星，你那边有洞窟吗？有啊，峡谷哎、欸，我就追喵哈追到峡谷这啊，我在负八十，我就在峡谷爱死，负八十，负一百八。我想要慢慢找那个、啊、黄金。好啊，好啊，我有很多的苹果、嗯。哇，看到一个东西，但我不敢讲啊。可以讲啊，是我们是。哎、欸，泱可以传我吗？是黄队的啊。不知道哎、欸，打指令用。用 TP 的、啊，用 TP。直接打指令过去吧。OK，TP、okay, 喵喵。然后这你就打反了，把喵飘 TP 回来。呀、yeah, ，怎么了？这个、哦 oh, 啊，不要啊，不想讲啊。啊，不想讲啊啊。跟我说嘛，喵啊。你要给我多少那个好处呢？对啊，好处是引导我们红队胜利啊！我觉得你不是红队，你待会颜色会变成别的颜色。我们早点赢就是红队获胜啊！哦，没关系，我觉得你可能有机会看到他，因为你离他很近。那我需要挖进去吗？哎、欸，你如果路吃的够厉害，应该是不用挖了。不吃够厉害，不用挖。哦，哎哎，我知道了，看到看到哦，有废矿哎，这里。哎、欸，那边怎么有灯光？好像越来越远。没有，一定要先点亮这里。哦、是有接通了，不过嘿，还是有一段距离啦。嗯，有距离了，应该是走不到。哦、连那个都不只是左右，讲人话，上下都有点距离啊。没有，真的耶，现在在同一个水平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有差一点点，差一两格。哇、啊、哦，这里如果不用挖的话，有差高低差了。巧克力，你跟哈记还蛮近的。哦，我看一下，吓到我。哪里啊？就他们又互相走远了。又互相走远，因为这洞窟实在是完全丢了完全不重要的情报给他们。你这边天眼兵当油了有没有？对对对，天眼兵来混的都没有怪。对你那边完全这边走过去就没路了，嘿，是底了。哦，终于可以沿路挖铁了，只剩两颗星，心惊胆跳、啊。我觉得你这个血量比较需要黄金啊。走不动黄金了，哎、欸，我死鱼，是三 D， 哇，一次两次，精彩精彩，哇，我这怎么办？哇，放下你的盾，他在咬人的时候不太会自己回去了，对，可是盾还没有关麦，繁星，你在哪里？我觉得你有一个负八九，五十五，你的拖鞋好 fashion 哦，你都在负的。对，哇，我真的要翻山越岭了哎、欸！我现在完全跟那个杜鱼呈现一个完美的方式，巧克力，巧克力是，你这样子要维持五分钟，你就会被传走了。哎、欸，对耶，那我趁现在赶快找黄金，撑住，撑住。被杜鱼烧五分钟的，我完全在这角落，我过来走啊。我刚刚就是举盾走一下，然后不小心被前后咬了。我们在那看他五分钟，我们可以看五六组那杜鱼身上有几个结，有没有？一二三四五六，他有六个结跟一个尾巴啦。救命！他有几个刺啊？我来数数看啊。这有点难数呢。没关系，还有五分钟可以数有几个刺。我们可以研究它尾巴后面是什么东西，我们可以黑黑的一块、啊。你可以先去卡着。巧克力，你的盾牌耐久多少啊？重点是它不没完全没扣。哦，真的啊、哦，坏了啦。它没有，就是咬那个耐久。这个画面好有趣啊！我血。来截图，有画面。这个是挖血了吧？不是脱血了，这么长。而且一次两只是怎么回事啊？你 sorry， 打手机了。刚
高塞吗？为什么？连两下都挖到。其实这边应该是高塞没错。高塞，所以就是我那个随机渡鱼，然后一个可能就是他咬出来。所以他们是一对情侣。对啊。而且你知道，我还可以一直听到那个盾牌挡隔挡的声音。打的声音。对，就偶尔隔挡一下。渡鱼在舔脚胶，好臭哦！原来他是那个泱泱跟影月展示吗？怎么刚好两只？你们的癖好也太奇怪了吧！这么气质这样子，对不起，怎么都是铁啊？我们还要三分钟，我们家巧克力需要黄金啊！我好饿，我现在已经在用左手按了，哇！而且真的是有那盾牌隔挡，所以绝对不能放。放手，放手，你会很轻松的。我连移动都不敢动，感觉像就是一个完美的卡住。要隔挡。这个画面太精彩到我舍不得离开哎、欸。三哎、欸、你往下。我知道我要往下但是。怎么了没有因为我有看到金。滑鼠右键没有办法用硬币卡。应该这个应该可以。不是最近 GTA 玩太多我现在不太会打开包包。有蜘蛛哎、欸。左边。可恶！为什么巧克力这通道都没有怪啊？哎，我刚刚都有点亮魔法了。哎，白金，没事没事，被咬了，被咬一口，被咬一口。我大概铁装啊，我大概变蜘蛛人保护你。啊，不要！做好铁装。不是，等一下船走了，我很怕。好，先烧一下。还有两分钟，他到时候会提醒。你附近就需要提醒。这两只应该还好。快了，快了，快传送喽！冷静啊，洋洋。干嘛？大音乐。我好饿。我的尾巴，尾巴在你，我就感觉像鬼魂，有没有？还我命来！一起来吧！这里很温暖的，有很多同伴呢、啊。烧食物、烧牛排给你们的，十九喽，盯很久哎、欸，这个，他这个精华要怎么剪啊？超长一段，你知道我连蹲下都不敢蹲，很怕就是改变了这个完美的平衡，看起来超像盾牌卡住他们身体，差那么一点点就会咬到。完全是一个完美的平衡。你快安全了，你快安全了。啊，好想看他咬一下哦。他有没有可能传送的瞬间盾牌松开就刚好被咬到？不会，不会，他传送就是盾牌举着传走了吧？啊，举着，永远举着。想干嘛？咬一下也好，我想看他咬一下，就一下而已嘛。我现在都是两手扶着滑鼠，绝对不会松开。就是不应该做事哦，咬一下也好嘛，对不对？不要逗我笑。啊！我过来了，得救得救了！而且冻鱼瞬间消失、欸，哎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目标啦。对。哎、欸，那他们就变成他们要同一个通话，对不对？对。对啊。所以我们三个人要干嘛？你们可以四处跑、啊，好不好？到处看啊。到处看。我们可以去闲逛一下。那啊，你们要怎么下？他们要怎么下去、啊？对啊，这好，我好想哭啊！两只渡鱼咬，我刚炸死在我前面两个。我盾牌举了五分钟。他很幸运是耐久，不晓得为什么都不会扣，然后那渡鱼就一直咬，我就一直举。啊，等一下我们怎么下去啊？他会自动传。一段时间就会下去了、啊。什么时候？不要在上面烧，不要在上面烧，不要在上面烧。好好听有经验的。对，他、嗯、得一顿。你们现在可以讨论，来交换一点东西，然后等下。你们有黄金吗？没有。我有苹果。我还在石器时代。你还在石器时代？你们怎么都没有那个啦？我前面两颗，前面两颗钻石就这样子来不及挖。不是、啊、你石器时代你钻石你也挖不起来啊！对耶，你真是原始人的脑袋耶！
我还要钱吗？没礼貌。你石器时代挖钻石干嘛？我一颗，我两颗星都挖的比你们多啊！不是，我身上有23个铁啊。其实他现在可以烧一下，还有一分半。我只有一块铁。应该是看那个身上的那个状态。状态哦。对。我要等虚弱结束是不是？对。啊，这样被放走了。还有一分钟哎。这时间不能挖。白痴哎。好难过、哦。一开始就觉得我自己应该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，所以就远离人群。你们都是不是吗？因为他们说你们全都跑超远。你们会直接杀掉吗？对啊，因为我就说，哎、欸，不然我们我就刚刚讲说，那个会是他是从剩下的人来抽，所以只要剩下两个，那两个就已经是背叛者。我蛮想说你们两个故意在那边搭个那个爱的小屋。繁星就懂我，我也就懂繁星。对啊，我就说不然把全部杀掉啊，剩我们两个啊。好凶残！我就边道歉边说对不起。怎么知道你们两个？对，是队友啊，我们不是啊，还没选之前就先把人杀完啊，对吧？你剩下几个人？剩下我们两个，我们两个就一定是背叛者。对啊，然后我就开始杀了，然后剩十秒哦，然后剩我跟喵哈要 solo 的时候，喵哈直接跳到峡谷下面去。你们喵哈 solo 收完之后说不要，我要逃，结果他就摔死了。等一下，走这边，走这边，走这边。我好像我们一开始的地方、你剩一颗星，你看这样，我只剩一颗星，有一颗。那你要不要衣服啊？你叫我危险，我哪有什么好危险？我穿。